这部影片我会使用 Quixel 他们出的 Megascan Bridge 这个软体，搭配 C4D 来快速的做一个场景搭建。Megascan 是一个订阅制的材质贴图网站，他们从现实中 3D 扫描各种纹理和物件，并制作成非常写实的贴图和高精度模型。一开始大多只有上架材质贴图，不过目前扫描模型的部分也已经越来越完整了。以长期有制作写实的自然场景需求的使用者来说，我觉得它是目前最方便，而且在制作效率上也是最高的一个方式，收费也算合理。而且如果你用的是 Unreal 虚幻引擎的话，这个搭配目前是完全免费的。而且接下来使用 Unreal 5的话，制作速度会更快。不过因为 Unreal 我目前才刚开始学而已，所以就先以我比较熟悉的 C4D 来操作。